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光头哥。Hello，我是笨能读新娘子，新年时安康。对，谢大熊猫咪，怎么？现在我们来登记一下，就是今天来参加我们婚礼的，就对，是朋友的礼单。给我是红包，对对对。在这两角是红包，不过红包是白色，不是红色。啊，这个都是1、2次红包嘛，也对。因为我们要登记一下这些，就是今天的来客嘛，对，后面别人结婚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回礼去给他们。好，现在开始吧。没有，这个有的。那先从这个。哎，你写，然后我写，然后等他们结婚，我可以给他红包。对吧？我写上你帮我，我怎么写？啊，我写，我就我写，你好帮的。我这个，好吧？哦，OK，好。谁呀？你读什么名字给我？我写。祝听金山。竹亭金莲，啊，是祝我的听叔金山。叔，他是我的，什么弟弟？我的爸。哇，你爸爸的弟啊，弟。我的爸的弟弟叫小贤呢。叔叔。能涨50万，50万，好的。对。OK，OK。别动。哎，金山，M 啊，小鹅。啊，对啊，什么？好啊，就是那个今天很高很漂亮的那个妹妹，是不是？哎，对，是吧？是他吧？很高，他很肉，还有什么？像是就矮了，对吧？啊，对，它的翻译成中文是小鹅，小鹅，对，很好听。小鹅，字鹅在什么？月鹅吗？对对，嫦娥，嫦月娥的娥，那个是小鹅，小鹅多少钱？小鹅拍张二二十十万，万，二十对。万啊！因为现在他是学生嘛，对吧？学生还没有去，可能攒钱，还不可以赚钱吗？可以不可以赚钱呢？他可以听到我有信，一个可以了，没事。，OK，M 呢？金山。他是大哥的小鹅，哦，小鹅的哥哥。对。哎，OK，南疆50万。哎，我想问阿秋，什么？为什么叔叔一家人他要三个红包？对呀，这些人都是一样的。在越南全是这样吗？全家小巴比，大概是你的家也是2个人，对吧？还有是他爸爸妈妈，来是10个人，对吧？不过是爸爸妈妈是夫妻，他算一个夫人，妻大概是一个人。一对是吗？对，然哦，后他的家的大哥小妹2个人，然后他都是叫什么？祝福你祝了，福我，哦。对，就家里人都是因为比如就是我的家也是5个人的，爸爸妈妈。姐姐，我和妹妹，对吧？如果爸爸妈妈是一个，我一个，姐姐一个，妹妹一个，好，大这概样，是算上来，我们是3个家庭，哦，小家三个庭，家庭，对，他们都是祝福给我们，都是这但样，是好像我觉得我们那里好像有一点区别，不一样。对，在我们那里的话，如果是，还没有，比如说。就像小鹅和小南他们两个还在读书嘛，对吗？对呀、对，还没有结婚或者还没有嫁人，那他和爸爸妈妈就算一家人，对，一家人就是一个红包就可以了。家越南等一不下，一样啊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说完。如果是像小南呢，小鹅，比如说小南已经娶老婆了。对。并且他就是分出来不和父母一起住了，
对吧？对对对，他另外买家了，或者是小鹅她嫁人了，不管她嫁到美国、英国还是哪个地方，他脚炸了，所以我就说，比如说她有家了，她不和父母一起住了，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她就是算另外一份了。如果正常的她像现在还在读书，跟父母在一起的话，就是一份红包就可以代表整个家庭。真的，对，在中国大部分地方是这样。特别什么特别呢？怎么讲啊？不一样啊！是不一样啊。加越南呢？因为比如说我是小孩子，对对。吗？我刚去学校，对啊。吗？我不可能赚钱，是的，对吗？是啊。那我可以就和就我的爸爸妈妈一起去，好。不用给钱。不过大概是儿子十八岁，那是大学十吗？八岁，是大学啊，啊，他可以给钱了。18岁就可以了。不一样，这他小孩十岁还是好，14、12岁，不用了，哦，因为他是还有哎，什那这样的话，好么像和我们中国的差不多，也是啊。不过这个是。空间不一样嘛，哦，对吧？是啊，我看我说小南还在河内读国安大学，现在也还，算是大读书概嘛。就现在是小南要去工作了，可以下但去。是他不是还是读书吗？对，还是读书。啊，他可以做兼职，对吧？可以挣上钱来他可以说呢，要去结婚吧，了。啊，对吧？啊，小鹅还在读书对啊，等人了。吗？他小，哦，哦，现在还有这个一样是我的妹妹呢，有前途，不一样啊。是。你感觉就这个什么呀？文化这个文化教育呢，怎么样？好不好？我觉得，反正怎么说，又相同，既相同又不同。感觉相同的是很很多，相同，对吗？不过怎么相没？同很多传统，古老的传统相同。不同的是，就是感觉，反正就是现代的这个婚俗文化嘛，有一点点西方化了。以前你们都是传对二呀，代的，对吧？一现在也都是这比种如说，穿西服了，是吧？是白就是白以了，前越南有一红。古代了也是红的，不穿这这古代我不知道，我不个。是古代人吗？哦，不知道啊。好。哎，因为比如说是我的爸爸要是，三个女儿，还有对。是三大哥、三个哥哥，还啊，他，你爸爸还有三个哥哥，不是，哥哥和弟弟，啊，一共三个，对吧？OK，一共三个弟弟。哎，他可以是我的叫伯伯，啊，伯伯，伯伯给我钱，然后这儿是这伯伯给我钱，啊，这都是，因为他们结婚了，另外的家庭嘛，对对，这和中国一样。还有就要求一个问题啊，是呢，今天我给他多少钱，现在他给我多少钱都一样，哦，不是前面以前，对，以前他给我多少钱，现在。现在我要是以前我给他多少钱，因为他结婚了，现在我结婚，他给我多少钱都一样。明白一样，这和中国的婚俗还是一样的，所以是。既相同又不同，对，好了，那今天好给大吧。家分享到这里啊，刚刚在这里记录，那我们继续记吧，嘿嘿嘿，来，再见。再见，我们继续。